这次天津之行收获不小啊！谢谢您。天津怎么样？美，我真吃不动了，但是我又好想吃啊！撑就撑了，我认了。卷圈还吃、啊？还吃？我跟你妈就烦这排队。哦，但是您跟我妈就烦排队。我跟您说啊，您要上天津，学会就吃好吃的，学会的第一件事儿，忍不就是排队。天津哪儿哪儿都排队，就好吃的啊。你这不好吃的可能一般，但好吃的哪儿哪儿都排队。天津好吃，有钱。好吃是真的。我现在已经，哇，刚才吃完没觉得什么，这早上吃了好多早点，然后现在有点想吐了，已经溜达溜达，溜达溜达，看看肚子，这是什么？我吃不动了，但是溜达溜达，看看有什么特别想吃的，然后再吃。我那个麦已经没电了，所以你们就凑合听吧。我昨天晚上我记得我充电了，怎么就没充上呢？那卖花米在哪儿啊？还往前啊？这个炸糕有那个粉丝跟我说，一般。有人跟我说一般啊，但是我没吃过。我对这种就是甜点，然后就是那种坨在胃里边的，不太感兴趣。我不知道这回我成功没成功啊，爸。天津怎么样？美，下回还来吗？说真的，来，你看，就为了它好吃吧？好吃，咱们已经成功了，实在就放在这个保险界啊，已经成功的把保险推销给自己的家人了。这家真味斋，好多人给我推荐他们家盖饭了，下次我一个人来的时候，我尝一尝。这次人多，啊，没有一人的时候了。那意思，下次每一次您跟我爸都一块来了是吗？爸来，我爸来，行，可以。带我爸找这花生，现在终于找到了，就是这个，他刚才在老小那儿、小老那儿尝的大火火老儿饭庄里边的花生，不是炸花生，刚才说错了，就是炒花生，都是这种刚出锅的吧，这都是现炒的，这种现炒出来的我觉得最好吃的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我这还是第一次吃刚出锅的花生，其实啊，我说爸，我说我这还是第一次吃刚出锅的花生，你尝尝。我刚才吃了，好吃的，嗯，都是刚出锅的，嗯，好嘞，谢谢您啊，嗯，拜拜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，这看着行啊，这刚出锅的。这叫回头。我尝尝。我其实真的吃不动了，我真吃不动了，但是我又好想吃啊。待会儿吃，那待会儿吃，待会儿吃。我现在真是有点想吐，但是这好吃啊。溜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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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达溜达。这块我太熟了，兄弟们。我春节那会儿吃那煎饼果子，在那儿金炯那集你们记得吗？就在那儿那家那个，哎呀，我今天还没吃煎饼呢，没地儿了，这点已经没地儿买煎饼去了。走吧，咱们去那个西大街溜达溜达，差不多回北京了，因为我下午还得上班，没法在这待太晚了，现在已经12:30了，现在12:302点3点，哎呦，差不多了。哎呦，但是我这肚子吧，我又哎，感觉还是得再吃点什么，要不感觉不行，我来个卷圈吧，这撑就撑了，撑就撑了，等会儿我吧，撑就撑了，我认了，就是这个，谢谢。卷圈还吃啊？还吃。不吃别吃什么肉，来点素菜，那素不素，乐乐完了。嗯，好吃好吃，有点吃不动了。哦，不行，那再逛一逛，逛一逛消消食，然后回北京了。这种东西就是适合边走边吃，然后边拍 vlog。
哦，丁记我记得有人给我推荐过，是好吃的。这为什么要加大饼啊？好多人说，因为都觉得它咸，但我觉得它合适，因为我口特别的重。嗯，看，特别特别香，这个馅儿。买什么呀？小咸菜啊。月饼买点呗。咸菜是天天做的好吃啊。走吧，买点去吧，爸，买点去吧。天天的最好吃啊，天天对，天天咸菜可以。我已经把我爸拉入伙了，我估计我下次来天津，他还会再跟我来的啊。我爸现在已经学会，不能说学会吧，就是习惯排队了，啊，习惯排队了已经。我没想到今天来就是天津，我爸收获是最多的，哈哈哈哈啊！就他还老不服，之前跟我说，现在服了没有？服了吗？天津怎么样？服了吧？记得。等会儿吧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，咱坐着歇会儿行吗？我撑得我走不动路了已经。咱歇两分钟再接着走，下一回接着走，待会儿回北京了，今天应该来不及吃那个二姑包子和三姑肉饼了。就我刚把卷圈吃完，我已经走不动路了。咱歇会儿冒一根行吗？可以冒一根，然后咱差不多就打车，咱奔天津站。下回再来是吧？来，下回找一天整天的咱来，然后晚上吃点这个小吃什么的，夜市什么的是吧？今天时间有限，没法在天津待的时间太长，所以我们啊就准备回北京了，因为我下午还上班。下回再来吧，再来吧，下回再来吧。那今天咱就先这么着了，拜拜，下期见，拜拜。